喽！现在想要为大家示范一下怎么使用这台 SPA 排毒机，同时还可以在脸部上面做成美容导入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拿这个 Body Shaping Gel， 这一条呢是专门用在于排毒的作用。然后呢，机器我们就按到四号就是排毒，那这是用这个电流正负相吸的方式导出导入 Galvanic 的这个微电的方式来做排毒的作用。那因为我们平常啊带小孩出去真的很酸痛很辛苦，我们就挤一些，这个胶基本上是透明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个胶没有颜色哦。那我们现在涂一些，我要来做淋巴排毒，每天要排毒一下很舒服，才不会肩膀酸痛啊，然后很紧啊，然后再挤在这上面。这个胶要够多，然后呢，记得这个手呢可以沾一点胶，摸在这个铁片的上面。现在开始，就从耳朵的后方，有没有听到 B？ 那每十秒就会 B 一次，就表示有通电咯。现在是在做有在通电、有在排毒的作用，有 B 的声音有听到哈。然后哇，很舒服，就这样子。把它就刮到这个肩膀那个地方，像这穴位呢，也可以用这个尖尖角的地方呢，来做一个按摩穴道，可以通经络。因为带小孩出去啊，或者是上班坐一整天，一直用电脑啊，肩膀真的好酸好痛。还有像妈妈们常常切菜煮饭，其实都会手很酸。还有像有些妈妈抱小孩就会有妈妈手，那这个就是自己在家就可以轻松达到医疗级的这个按摩排毒，非常舒服。你看那个胶，有没有已经变成乳黄色了？也就表示我的身体有很多乳酸，现在代谢出来，透过这个代谢出来。每一次疗程是5分钟，然后排毒呢，脸上也可以做，身上也可以做。像有些人腰酸背痛，可以坐在腰部的部位，也可以坐在这个手臂啊，可以达到这个紧实啊，就是消除蝴蝶袖。那脖子底下呢，可以消除这个脖子的皱纹哦。有听到 B 的声音哈，就是有在做排毒的作用。那有时候可以换这只手，然后也是一样，就可以做到这个后面肩膀后面排毒。有时候带小孩出去一整天啊，回到家晚上要睡觉之前，可以洗澡之前排毒，然后去洗个澡，或者是有些喜欢运动的朋友们，可以在运动之后呢，就带去健身房的地方，就可以运动之后来做个排毒，非常好。然后做完后回家洗完澡，就舒服的可以睡觉。OK， 好，就示范到这边咯，谢谢。